今天呢是约到了 nurse practitioner SieYeon 来给我注射一个玻尿酸这样子。然后我约他呢也是等了三周，就算是我们内部人员也是要按照规矩办事这样子。现在呢看到我今天是想做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泪沟，然后是法令纹，就这两年觉得法令纹好像真的是越来越明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木偶纹，就是这里木偶纹现在只是一个趋势，就是我自己在特定的角度能看到一个 shadow， 但是这样的话就是还是预防要大于治疗。Squeeze ball. Thank you. You feel pretty numb? Yes, please. 现在是在给我擦掉麻药。我今天也是故意没有化底妆这样子，不然的话还要再卸一层妆就很麻烦。会有很多小仙女问我说：“啊，我去打针能不能化妆？”那我给他们的回答都是：“你可以化妆了，但是过来我们会给你卸掉。”今天呢是决定给我用 cannula， 然后这三个点是 cannula 的 entry point， 这样的话一会儿直接从这里导入针的话就不会太痛。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属于超怕疼的，所以我就敷一层麻药，我还要再给我打麻药。哦，现在好麻。这个就是 cannula 的 entry point， 因为 cannula 它本身是一种钝针，然后这样的话是不会太伤毛细血管，减少出血的概率也是比较安全。一般泪沟用的比较多。Smile, maybe. This is much better. Yeah. I know the shadow is hard to see,、mm-hmm. but yeah, a lot better. Yeah. You okay? Yeah.Okay? Yeah. She's so sweet, always asks me if I'm okay, but I actually don't feel anything. 这边已经没有那个像这边一样的 shadow 了。This is how happy I am. Other side. 这个呢是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断神经传导，然后会让疼痛感减轻的。然后除了这种呢，我们还有这个 version。嗯，我不想把这个放在我的脸上。这次用的是玉兰，玉兰那边是带麻药的，所以我现在。很难动脸，也很难讲话。And make the like the crown with your chin. Thank you. Wow. So just be careful with the points of the ports that we used. Just be careful with that,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I love it. You're gorgeous. 现在我皮肤上没有化妆，但是你看，感觉就像是整个蓬起来有好多高光和粉底的样子。就是 magic hand， I'm so happy。 那现在能看到我现在皮肤上还是没有化妆，但是整个就是说变好看了，变精神了，但是你又不知道当时哪里是动了。所以呢跟大家 review 一下，我是在这里打了泪沟，然后一点点喷了一点法令纹，然后还有木偶纹在这里，然后最后剩了大概半支玻尿酸吧，然后实际上说加在一点在我的下巴上面，然后有一点点在这个地方，这个还不太算苹果肌，就算是脸颊吧。然后我现在觉得我超美的。